那我问你啊，你们这个拥抱疗法是不是应该在校园之内进行的？嗯。那你们为什么回到小区了，还搂搂抱抱的？就是，那你们回了屋子再搂搂抱抱，那成啥了？我那不是心情不好吗？他抱我一下。你为什么心情不好啊？妈，你是不是就是不相信我呀？不是。 这不是信不信的问题，英子。是宋佳阿姨说的对，方一凡。妈，你也不用说了，我看明白了。从头到尾你们就不相信我们俩，是吧？你非要把我们俩撮合在一块儿，是吧？行，我满足你们啊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再一起，我们翘首成功了。满意了吧？哎，行了，行了，这回你们逼我了。哎，闹什么呀？又笑。方一凡，你闭嘴。是不是不能说你了？谁说不让你们谈恋爱了？ 不是不让你们谈恋爱，是让你们现在不许谈恋爱。你们俩，你们上了大学，随便你们谈。你们上了大学，你不能跟方一凡谈恋爱。不是，我是说上大学也不能谈。这上了大学，你也不能跟方一凡谈恋爱。这上了大学，什么叫不能跟方一凡谈恋爱？现在不是，我的意思就是说啊，两个孩子上大学也不能耽误。就是，不是，我没意思，就是说啊，两个孩子上大学也不能耽误。就是，不是，我没意思，就是大学就能谈恋爱。方，现在根本就不能提这个事儿，怎么？为什么要认为是？ 方一凡，我是大学，不是，等等等等，别一起走，你晚一点走，对，你俩分开，你先走，啊，对，英子你先走，你们拉开一段距离，别一起走，你先走吧，啊，我在这看着，哦，我去，你等一会儿再走，你儿子你自己不看着，你让别人看着。 看谁呢？英子，等一下，以后你上大学我接送你。你要接送我？为什么呀？再不走吃了啊！去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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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吧。 老师，哎，李老师，家离这么近，还来送英子上学啊？哎呀，不是，还一个月就期末考试了吗？得盯紧点。哎，学校帮我照看一下啊。啊，您放心吧，宋老师，那您回吧。好好，谢谢啊。阿姨好。